踏进黑暗狭小的地道，成年男子必须微微弯腰才不会撞到。As you can see, many of these tunnels are reinforced with concrete to protect them from caving in, but also from potential airstrikes. 过去曾经曝光哈马斯在加萨附近挖掘多条地道，如今成为以色列军队进攻的顾虑。而这先进的地道技术，竟然可能也是来自北韩。이스라엘안보단체알마연구교육센터세리트자하비대표는자유아시아방송인터뷰에서하마스가북한으로부터직접땅굴기술을얻었는지는확실치않다면서도북한이헤즈볼라에기술을전달했고헤즈볼라에전수된기술이하마스손에들어간것은맞는것으로보인다고주장했습니다이것은남침땅굴을확인하기위해우리측의자단터널로조사단이들어가는장면입니다80미터를파들어갔을때북한군의땅굴을발견하고이지점을폭파했습니다北韩当年为了入侵南韩，秘密挖掘多条地道，因此发展出高超技巧。虽然因为年代相隔久远，外观不太相似，但专家分析内部特征和技术的确和北韩雷同。이어이스라엘지형을보면어느지역은콘크리트이고어느지역은사막이라며콘크리트지형은북한과비슷한지형으로이부분에서기술적도움을받았을것이라고덧붙였습니다哈马斯曾声称部分地道深达70公尺，而北韩早在当年就可挖掘到73公尺深，用来搬运车辆、军需用品和人员移动。神秘的地道内部动线复杂，堪称地下世界也不为过。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利器，竟也是北韩下的指导棋。中东冲突，看来谁都不是局外人。三立新闻，双报导。